got to get out of here. Where's Jean? Where is she? Something's happening to me. When I lose control, bad things happen. But it feels good. 秦格雷知道自己无法控制内心强大又黑暗的凤凰之力，这时杰西卡·崔斯坦饰演的反派却挑拨离间，说服秦格雷脱离 X 战警成员。 The X-Men fear you, and what they fear, we seek to destroy. Are you threatening me? That's right. That would be a bad idea. 万磁王的头盔炸裂，让其他 X 战警成员不得不和昔日战友对抗，就连 X 教授都被凤凰的力量包围，显示出黑凤凰成为 X 战警宇宙最强大的变种人。作为 X 战警系列第12部作品，也是 X 战警传奇的最后一个故事，詹姆斯·麦考维、麦克·法斯宾达、珍妮佛·劳伦斯都回国同台飙戏，杰西卡·崔斯坦也首度加入 X 战警系列，星光熠熠的阵容要让 X 战警画下完美句点后，再看接下来漫威会如何接上复仇者联盟的宇宙观。TVBS 新闻张志谦、杨青综合报道。